音乐是世界共通语言，不同地域的乐器相互交融，更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日资深音乐人 Samson 张志雄就联同音乐家杨光一起参与一个音乐会，和我很尊敬的老师杨光老师，他手揸着一支叫尺八，我听到一个，我以前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听到个声就觉得哇好吸引，原来就是我们看日本功夫片的那声来的，那很开心，今天我可以跟杨光老师咁佢吹赤白，我用吉他伴奏啦。咁啊，我都好开心啊！各位能够有机会同阿 Samson 哥一齐玩下音乐。咁呢啲今次表演嘅咧，我哋全部都系自己安排、自己编曲嘅。咁而我哋嗰啲组合不嬲都系全部系拣一啲希望能够雅俗共赏而又发挥到有音乐性嘅作品啦。咁吉他同埋赤白咧，虽然系东方同西方嘅乐器，但系一齊嗰個效果咧係出乎意料地好嘅。呢日嘅音樂會請到梁振英等多位政商名人擔任嘉賓，演出內容包羅萬有，既有充滿活力嘅流行歌舞，亦有富含文化底韻嘅樂曲演奏。Thank you.